真的太难选择了，每个口味都好想吃。过嘛，成年人才不做选择题。路边摊爆火的冰豆花，做法竟然这么简单。泡发的黄豆用破壁机的果蔬模式打成生豆浆，可千万不要选择豆浆模式，不然是做不了豆花的。过滤出豆渣，豆浆还带着浓郁的生豆味。按口味加入适量零卡糖，一边煮一边搅和，出现假沸后继续小火煮5分钟。豆浆变成豆花还需点卤，80度的豆浆从较高处冲浆而下，撇去浮沫后盖保鲜膜静置20分钟。看，真的凝固了，非常的香浓嫩滑。不过冰豆花嘛，当然还得冰镇一下。吃冰豆花的快乐还来自沾水。桃胶银耳雪燕羹是养生人的舌尖之趣，冰凉清新的豆花就味。我做了4款沾水，每一款都是我的心头好。夏日就是回味色彩缤纷的糖水心动呀，炎热的夏天就被一碗冰豆花治愈了。我们下期再见了。